这不是哪清场人家。你们娘不是都不用做这个事儿，毕竟有学位，是吧？
给你拿着。
Ferrari.
再摇一次。
说的就是到底就是英文翻译过来啊，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是吧？啊。
那是不是物理的竞争的努力的结果？知道嘞。最后就看了。
货为主，还得到我去库房为后段。比如说，送货那块。二宝呢？我们的二宝呢？